很多热心的村民啊都送来了礼物。在这里呢，我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。但是有几个人真是别有用心。狗蛋，你说你送这个帽子啥意思？一看帽子放绿光，弄得我心直发慌。我是哪个把你惹，还是哪个把你找？你还跟我说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张麻子，你再看看你给我送的蛋蛋，满满的一大坨，远看一盘猪大肠，近看就是一坨象。你说蛋糕还挺贵，为啥我看了直反胃？来，你说从哪个下嘴合适？我不怕你们狼狈为奸，就怕蛋糕恶心到上天。二狗子，你这孩子对我可是有偏见，直接给我弄一个大坐便。你跟我说说，这是叫我吃还是叫我用？还有一个匿名送礼物嘞，这礼物呀是真叫我吓一跳。你这纯属瞎胡闹，送块砖头不说，你还让我等着瞧。这位兄弟可是半夜想攀我搬砖，你这叫我咋心安？你们有啥意见呀，尽管对我提，能不能别变着法的给我批？好好的一个生日，被你们活生生的过成了忌日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一马不管。